今天呢，又来咩到小咩凤咩的这咩？个养鸭这里了。喂了没有，小凤？喂了，不喂的话，它早就叫了。咩，哎，它找它妈妈。来了，来来来，喵咩，你喵喵喵喵！你拍我。别搞我来，喵喵喵喵，来快来，这样，咩这样咩顶，咩快咩，来，它听不懂，我来顶。快来快来快来！咩咩咩咩，喵喵咩喵喵喵！咩咩咩咩，来，咩咩。顶咩，你，顶你个咩，肺儿！顶你哦，咩咩，妈妈来，咩咩，哎呀，它舔我，给他吃，你过来啊，咩，咦，咩，给他顶一下你，它不顶啊，问题是，你看，哎用力顶他，他就去顶你了。呀，哎呀，再顶，嘿嘿，再顶，搞两个手你，对。哼哼。你过顶来啊！呀顶呐！咦，他怕被我姐骂，快点，那走了咩？咦呀咩？咦呀！快点过来，我顶不住了！咦，那他还要拐弯呢！咩，顶他！顶我！咩，咦呀，好大力哦！我发现，他还想顶我。哎呀，它咬你啊！吃奶，吃奶啊？给它吃你那里？哎，它咬你痛不痛？不痛，没有牙齿的，不可能，没有好牙齿，乖啊！没有牙齿的怎么吃草？等一下，我叫我姐夫不要来看牙，你帮他看就好了打个电话给他，啊。啊？说我帮他看就可以了，我帮他喂了。打个电话给他，拿你那手机过来。这里。哎，小胖，等下你姐会不会骂呀？不会，弄他这个小羊。不会。哎呀，好。谁？这是公羊还是母羊啊？公羊，我姐夫那天不是说了吗？说我的手指头，来，你你你你你你。好可爱哦！吃奶了，喂，姐夫，喂，大姐，你不用来看羊啦，我帮你看啦。哎，挡在外面了，不用来看了，我帮你看了。你老公没在这里，绑了羊，他就回来了。这个小羊跑出来了，我帮你看羊了，现在。不用来看了，等一下啊。好，你看你这个羊可爱吧？你看看到没有？它顶人的，你看。现在呢，我跟小梅在这里帮我姐看这个羊。刚刚呢，我已经跟我姐说了，不要来看了，我们两个来帮她看就好了。这个羊呢，非常的黏这个小梅啊，它跑到哪里去就跟到哪里啊。现在呢，它一直在找它的妈妈。咩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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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不知道羊怎么叫的，吃这个，吃吗它？吃这个。也吃啊？哎，他找他妈妈，他找他妈妈，快来！他想拉屎了，好像，嗯，他想拉屎，你带他去拉，还我带，他在这里拉就不好是了。有拉屎的地方吗？没有，他来顶了，你看他来顶了，他不吃，他挑得很，小浩，哎。这里能养多少只羊？养多少只？养个百来只不是问题。200来只啊！对，怎么你有想法吗？有想跟法。你一起养啊！我不会技术，这个养羊要技术的。他怕了。你把他叫过来，他不听我的话。咩咩咩，没有，他听到妈妈声音了。咩咩，过来，小羊，小黑羊。咩咩，你看他想进去了，进不去。咩咩咩咩咩咩，过来。顶来顶，顶来一呀，咩咩，来，顶屁股，顶他屁股睡，多养几只羊啊！又不是我养，是我姐夫我给你养。买一只羊过来，你养。
教你。一只羊，哪里那个啊？养一只小羊，过来你养。我不养，我养鸭就好了，养鸭养鱼就好了。啊？我不养羊，我现在目前养鸭跟养鱼就好了。养了太多，我忙不过来的。我姐说了，会分心的，所以说不要养这么多。这个羊我姐没有，放到我姐夫的，羊是我姐夫的。Yeah. 对，鸭跟鱼是我跟我姐的。来顶，顶，来灭灭灭，顶，顶。六，你赶来干什么？跑了。你不要挥手，挥手他会怕的。